个技能是没法的，它就不动了。但是他其实发现好像是拍不出，对，然后我就比出去了。我觉得也是聪明的，来拍一个。我觉得可以免录了，马上就要被拦。我觉得就特别的纠结，我在这跟他周旋一个点啊，这个好看，那个好看的。小白，我们刚回去了，摄影师来了，所以我必须买完就走了。太顺顺了，来不及了。想好了吗？没想好。那你要不听少爷的做个决定？要不然你给我做个决定吧。他已经这样犹豫一个小时了吗？我也这样犹豫一个小时。所以你们就站在这个商场门口。我的天，他就是任何事情都有选择的步骤，任何事情，就是这个人啊，就是磨磨叨叨，特别特别的。就之前大家在乌龙采访间里也可以看到啊，就比如说我们要出门了，或者干嘛了，他就开始，哎，出门之前开始收拾桌子，弄，反正永远。开工也是每天都是我在等他，没有时间观念，做事拖沓。那你现在在等他出来吗？他去买。